真没劲。韩服这猴没有一把能拿得着的，真的老难拿吧。我看这剑位调没调。来把武器吧，现在武器大师我看还行。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짜잔내가돌아왔다声武器打剑魔可不是那么很好打呀。走呗。哎，车你不要，你跑去支援去吧。我估摸着他们家打野应该在上半段啊。我也不跳他，我跳他我就会露出破腚，你知道吧？我一跳他指定就链我，他链我我就没有地方跑。我们只要不跳，他就没有地方打我，他就打不了我。不打就不会出现破腚，把线推过去。他只要敢 QE， 我就直接上。我有点害怕他们家来人，算了。
哎，剑魔本来是不敢打的，你知道吗？突然之间敢打了，有点吓人。啊，暗圈在中，没事。有个幽咪，哎呀 ，AD 是个女警，这也没有伤害呀，这。俺们家阵容咋这么垃圾呢？这阵容可不咋地呀。这啥意思啊？啥意思？他又没有链儿，他杀我干嘛呀？他又打不死我。哎呦我操，给我链回来了呀，这也行？妈呀，可太鸡巴亏了。差了点运气呀，兄弟们！这波死了，等于血炸。哎，这么大一波兵没吃到。真是靠的，没跳走，给我链住了。有点难搞，兵线过不去呀，怎么办？攻击准备外援。哎呀，有点难办，有点难办。내가상대하지这玩意儿等级起来是有点难打，收息地太快了。
有眼儿了，身上。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我的兵线都会卡到这个位置推不进去呢？好几回也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推不进去。好难推，我就怎么推也推不进去。哎，而且这个鸡巴英雄操了，真是。是这样的，他把猴给办了呀，那你是怎么办？又没有什么好打的东西。把鞋给脱了。哎，我那第一波太亏了，我那第一波他直接多两级，天哪，我第一波打下让他给杀了，脑袋疼，怎么整？他又搁草丛里边了。학살중입니다这玩意儿那Q就必吃，你这怎么整？然后你开大跟他打呢，他就跑。哎呀，可难受了，这个东西打的，我鸡巴烦了这玩意儿。Fuck you！ 这是 fuck you！不要推线了。你不推你更难玩，你不推他就塔下耗你，没个整。我去中路去吧，我去中或者去下，反正中路塔没了，我们去中去。你不能再跟他打下去了。艾克又跑上去了。仔细想一想，第一波确实不应该死，没有第一波死不会这么太亏，就是死其实就死了，你知道吧？但第一波死了之后直接游戏结束，差两级。这怎么还跳天上的了呢？慢慢补吧，这补刀还可以。下回打剑魔拿个什么打呢？
在我的英雄池里还有什么东西？鳄鱼，鳄鱼也行，来鳄鱼吧，下回。你到底要干啥？不抓他，抓他不合适，我们直接就不抓他，我慢慢跟他发育。不能打呀，那不打了算了，队友都说不让打，那我们就不打了。人，人不见了，还行，我三项可以接受。这波三项出的还可以啊，一会儿我们就杀的恶匪流失，他没有位移，而且他没带净化，球女咱就不杀了。小龙给抢了呢，哎，我不传好了这波。那剑魔是不是有毛病啊？这个剑魔呀，那打不起来，他传个屁呀！浪费我传送，精神病吗？这人。我每回跟着剑魔打一波，我就得闪，打一波我就得闪。
哎呀，我头好痛。算了，反正闪现不要钱，无所谓了。再发育一会儿，我估摸着我们家打团就打不过了，挺难打。或者等女警装备能神装还行。准备完了，这就不太好带了。哎呦我操！他妈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给我吓一嘚瑟！给我吓完了，操了，给我吓坏了，给我，哎呀，给我吓完了，我这心脏受不了。哎呦天哪，也吓你们一跳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人呢。怎么声那么大一下啊，好大的声音呢、啊、你们发没发现韩服基本上没有资源，他们不打架，发现没？就很少会去抓人打架，基本不打，就只是发育发育，然后再发育。就是俺们现在这经济确实是不咋地，哎，越想越生气。那第一波那确实不应该死。来，始终单死了。其实我想开他们来着，往后拉点，往后拉，往后拉。他们家中单零杠五，零杠五比我还能吃点儿。他们家中单，这野怪我就不吃了，我去上路吃兵。如果这把有个猴，剑魔爆炸了，其实游戏已经结束了，知道吧？可恶的，可恶的，
建模，真可恶啊！犯了我的猴，要不直接来个血手得了呀？我说，就这还带个屁线儿，还出什么巨鸟啊？推中可以，剑魔把大开了。上路的线儿我收一收，你们说打到十八级哪边阵容厉害？你这也不打架呀，这就打一波就跑了，就所有的经济就只能以吃兵来是作为来源，你知道吗？对面厉害啊，我也感觉对面厉害点，要是打到十八级的话。等下一条小龙吧，就我估计最终的决战就是等龙魂了。我操，这剑魔十六级了。这死人了，大龙女警漂亮，女警的奖。不是，我得 K 一个，我这武器大师后期英雄，后期得靠我呢，我得 K 一个。这个武器你上你也行，这把你上确实行。我，哎，我前面有一波确实是不应该死，你知道吗？死的特别不应该。如果不死的话，就不会以导致后边剑魔能压我一级或者两级。我跟剑魔的等级应该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家应该会特别好打。
我带过来了，兄弟们，来，我也差不多16了，16跟17其实没啥区别。我也是猛的，兄弟们，你不要以为我好像是没什么用，你不要以为我就是省油的灯，我告诉你，这叫武器大师。杀杀杀杀杀！不管他，不管他，没蓝了，兄弟。算了算了算了，不理他。你在干嘛？我们拆基地了。叮！不用管他。点个赞，给队友点个赞，玩的不错啊，兄弟们。